比韩星还帅。GBB 御勇恶霸堂哥儿子曝光，身高190厘米，可惜却无缘进 TVB。 说起 TVB 御勇恶霸，一定少不了王俊堂。堂哥今年刚好60岁，足足在无线拍了几十年戏，虽然多为尖角，但不管戏份多少，角色好坏，堂哥都一如既往用心演绎。1985年入行的王俊堂，曾在电影圈打探，出演过《喋血双雄》《玷污点证人》《点霹雳先锋》等电影。之后，他1997年王俊堂加入 TVB， 至今已经20年的时间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堂哥虽然恶形恶相，但他的儿子王东泰却长得十分秀气，而且遗传了堂哥身材高大的良好基因，身高达1.9米。早年王东泰加入到无线，可惜很多监制认为他身高太高太离的了，不适合拍剧，所以几十部剧集里都是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。照片来源网络。相信大家都会很傻眼吧，高也不能拍戏太阴功了啦，好想投诉 TVB 吧，害我们没得看帅哥了。